尽快让秦王完婚，也可以避免他和西周和亲的可能。那要嫁给秦王的是谁？太医韩从安的嫡女韩云溪。丑八怪要嫁秦王？公公，你没有搞错吧？娘，我终于嫁进来了，离我们团聚那天更近一步，希儿很快便去找您，还请太后告知我娘如今的下落。让哀家告诉你不难，但你得帮哀家做件事。久闻爱妃倾国倾城绝色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虽然弱小，在你眼里不值一提，但没准哪一天也会为你所用。本王府上太医独一多的事，要你何用？现在连皇帝都迁就秦王，不下狠心难以成大事。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可惜让雨泽给跑了。唐离就在上面，他跑不了。飞叶哥哥对你那么好，你却要当太后的细作来谋害他。如果韩云溪他敢害飞叶，姨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相信云溪，一定不是他做的。我就算不要这江山，也会跟你在一起。宁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快放开我！竟敢谋害朝廷忠臣，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。查，我严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天上天下，唯朕独尊。那些趴在朕脚下的蝼蚁，除了默默的死去，没有第二条路。目前你唯一的对手就是秦王，不抄韩府，实在难以撼动秦王的根底。这些事情一件件，一桩桩，我一定会找你们慢慢讨回来。